叮叮。就算是早上的八点多，我们来到了三美皮拉米，不是去玩水吗？进去准备彩排 ，Let's go。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 Block， 今天呢，我的等下下午两点就在这里。我第一次这样早来 shopping mall 没有人。大皮拉米，小皮拉米，祝你有个大皮拉米。好，我们先彩排跑位。要啊，我做的野菜妹。妈，你这是什么鬼？No， 哎，忘记了。谁会走一个过瘾的？来，我们三 A 子啊，三 A。哎，彩排结束啦！我被大象吓到了，怎么办呢？还以为我折得好。是啊，真是幽默，真的是。办了折，这是的，长有个长在一起才可能折。我只有五个人才折到配音。就是我折得好，因为我现在属于比较危险的状态，完全遮住啊。是，所以我们现在去哪里？现在回去先准备一下，做最后的冲刺。我们等下就个秀啦。好，现在来到常勇跟书生买的新家耶！一个家表面上不是他们的，是我们的情侣。欢迎收看《来你家做客》。耶耶，我来到朋友们第89天家。你这边是难民区还是怎么样？可以解释一下。这些听我讲，本来我跟书生就是干净的，来有一个配浴。哦，衣服哦，上鞋可以晒，那边可以晒，不晒就可以晒哦。你看，你看，你看，来了。你嫁不出哦，我跟你讲。是啊，他娶我的。啊！起来。来，在一起，在一起。各位，可以做家务了哟。你爸爸这是你的吗？干我！我以为是你。来你家做客，现在我们要开始突击配的内衣，我们开始找。来啦！哪里？我是主播。寂寞的朋友鸡鸡，你要嫁给他，嫁给他。目前马来西亚没有这个 size 的婚纱。他最很多人。大家很遗憾，裴永儿听到已经不要吵。四位，然后你们不知道呢，其实裴勇有一段恋情啊，就是跟蔡长勇、蔡英文。有一些老实话跟你们讲，其实裴勇的鸡鸡蛮小一下的，而且裴勇小便的时候，他有一个特别习惯，他喜欢跪着。对，他喜欢跪着小便，他这样跪着小。刚刚决定了一件事情，我们等一下要让裴勇教大家跳舞。对，因为裴勇哦，就是一直要跳舞啊，该彩排的时候讲不用跳，我们的主持好。但是我在想，你们想不想看朋友教你们跳舞？耶、yeah ！对了，没有回头路啊！我现在已经策划好，等下就要这样弄他。都在忙的时候，只有佩玉在吃东西而已。白痴哦，你刚吃完。你看，长的都没有在吃哦，你看，长的在忙，你看，都没有人在吃，你看，宿舍也在准备练习啊。只要大家在忙，我就一定要吃东西，超爽的。你觉得我待会 Q 你上台吗？观众朋友到底有什么朋友，每天都可以想到我？这就是爱。各位观众，我如果等下上台，我明天就不会来。刚才我们跟张家讨论，他说你在台上蛮危险。他怕你把所有冰淇淋吃完。一模一样 ，sorry， 要排五次。等一下我们去哪里？上班。大家看他们现在真的是盛装打扮，为了见大家。你是大蟑螂。啊！白痴啊！你是不是很帅？把他档案删掉。好。继续打同志。行，打见大家哦。你要去见谁？当然是你了。这个人你看多不用心，要开始了，衣服都没有准备好，才要去买衣服。因为我很重视大家，我觉得出场每一次不能重复的一样的外套，所以我家里的外套。你是 GD 啊？不是，没有。我不是 GD， 我是 Top。请问你比较想跟长乐还是跟长勇生女儿？我要跟裴勇。因为裴勇比较有赡养费。好了，我先离开这个难民区，先去买外套。好了，就这件，走。主持人跟朋友吵架了，他们有心结，他们在麦里面心结很重啊。我们是最好的朋友，像这是屏幕上面看到的，私底下不是啊，我约朋友吃饭永远约不到的。
当朋友。以后约常勇、常乐、Danny、苏珊就好。我们先放炳云进去热场，我们先准备一下。再见了。现在距离上舞台还有十分钟，大家在酝酿着情绪。每一次拥抱前的平息就长这个样，你看他真的很紧张。而且我是唯一一个女生，我代替Julian的新来。不用怕，有一个女生，姑姑的女儿。女生们的